将要去德国，现在在地铁上拍一个模特的平面广告。第一次人生去德国。Heathrow Terminals 2 and 3 机场，我来了。终于安检完了，妈呀，重死我了！就一天的行程，明天就回来了。然后明天回来以后，再过7个小时我就要去美国了。我最近的行程真的超级赶，真的是女强人的节奏。离登机还有40分钟，我还是先吃个饭吧，中餐点。然后晚上没有时间吃饭，赶紧先吃个饭。I have the Cantonese roast duck noodle. Ah, maybe rice. I changed my mind. Yeah, rice. Food allergies? No, I don't have. Thank you so much. Need a chopstick? Ah? Chopstick? Yeah, I need chopstick for sure. Oh, 我需不需要筷子？我肯定需要。Thank you so much. 筷子也来了，饭也来了。我得赶紧在10分钟之内把这个广式烧鸭饭吃完。看一下好不好吃。嗯，不错哎。这衣服这上面什么黑黑的，我去找登机口吧。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Cool. Yeah. Thank you. Please. Okay. 天哪，我感觉我住在洞穴里，就是像个木房子，好神奇啊！妈呀！就能睡着啊，古老啊，有没有？哇塞，你看看，好古老。看一下卫生间，哇塞，哇塞，好古老的感觉，光线倒是不错。带了些什么护肤，然后简单的护个肤。明天早上7点钟，酒店门口会有车来接我，然后就要开始新的打工一天了。中午我准备晚上敷一片，白天敷一片。小馆的牙膏特别方便，这个是我真的很喜欢的，海洋的味道。它就是这种小馆面霜和这个按摩棒消肿的，就早上很适合冰一冰眼睛啊、面部啊。要拍摄的肯定要带的乳贴。特别的自然，洁面奶、小馆的唇膏，就唇膏真的就是很多英国的小姐姐、美国的小姐姐特别爱用的。然后我选了一个蛋糕味的，这个味道太好了，就时不时的给自己润上嘴。都是小馆的，就是坐飞机不用托运的那种，都贴两个。好了，我锁门睡觉了。这个门也是有点不太过，会这怎么弄啊？要这样子吗？哇塞！还真是这样子，哦，这就锁了，太神奇了。晚安。嗨嗨。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I don't powder. Uh-huh. Oh, you don't powder? No, I don't powder. So when you change, please be careful not to. Yeah. 化妆师不定妆，要让我小心一点化妆的时候。That's very Chinese.
超级喜欢的毛衣，这件毛衣我冬天的时候一定要买上，太好看了，太适合我了。你有没有红色 ？So far. Recording. Where is my home? Hello. Hi. It's Jing, right? So to the airport, yeah? Yeah, to airport. So yeah, I'm a little bit late. Oh, it's okay.To London Heathrow, our flight is approximately.